有请主持人找串。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那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左老师。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徐伟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涂磊涂老师，欢迎。来吧，接下来看看今天的四位老师如何帮助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我们结婚已经30多年了，从结婚到退休我们都是过得好好的，什么事情都是有商有量的。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的老年生活很不和谐。退休之后他总是找各种借口，从来不愿意陪伴我，生活中也没有任何的沟通，总是我行我素，跟他老是聊不到一块，一说话他就要冒火，一出门他就管我，他的那种强势我感到很压抑。无论我对他多么的体贴照顾，他都不领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结婚37年依然还困惑着的，来，掌声有请这对老夫妻，有请男嘉宾徐先生63岁来自湖南退休，女嘉宾张女士63岁来自湖南退休，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37年是吧，这也可以给我们上上婚姻课了啊，到我们这儿来干嘛呀？就是我们两个人嘛，啊，婚前是比较爱好文艺嘛，啊，他对人才与知识比较尊重嘛，哦，所以他就找了这大学生，就找了我。婚后我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但是退休我们老是吵吵闹闹，他也不给我的空间，他比较强势。没有，不是这样的，主持人。之前嘛，我们都是吃完晚饭一起去散步啊。但是到了老了以后，他就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了。这是为啥呀？这主要原因是我的脚有一次救人嘛，我就受伤了，很疼。散步的时候走上40-50步，我就要坐下来，一定要休息的。是的，所以不愿意陪他散步。但是他也有自己走，就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一个人溜达出去了。其实我这个散步就是骑着摩托车兜兜风，他根本就不会跟你说他是去什么了，打电话也不会接，也接了就说我有事了。这是为什么？不解释一下？陪也陪过，就是我们两个人陪着出去的时候总是闹别扭，所以就以后就不想陪了。他知道我从小就爱好这个唱歌跳舞，这个跳舞是交谊舞，我也不愿意去找别的男人跳舞，是吧？嗯。然后他大学毕业了以后呢，就一首歌也唱不了，跳舞是根本开不了步。从我开始教他跳舞到最后他不陪我跳舞了，这一段时间我们有10几年，这10几年当中我要求他怎么样他都会怎么样。2000年以后我那个工作呢，这个时间段正好就是在那个黄金时间段，就是晚上那一段时间，然后他的工作比较随意，然后他就自己去找人家跳舞了。就从2000年开始他就去跟别人跳舞，是这意思吗？就不愿意跟我跳舞了。那你们俩这事儿好像还得从2000年开始说起啊。那时候是这样的，他不愿意跳，我这人我刚刚说了，我比较自重的，我感觉你对我有疏远了，那我就去找别的事情吧。我就从2000年开始，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有学很多东西，学舞蹈，自己一个人照着那个电脑上面找那些个导师的舞蹈，然后学唱歌，流行的什么歌我就学一学，然后学古诗文，不停的学。您的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是吧？但是到了他退休到这个时候，就说，就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这个时候我也看到人家成双成对的这样，那我怎么不想呢？是吗？我肯定。我看大概你们的婚姻大概是分了三段，我这么听下来啊。第一段叫寻到目标，快乐生活。
对吧？对，这一段就一直从结婚到2000年算是、啊、对，算是一个坎儿，对吧？是的，就过去了。是的，到了2000年之后，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等于您可能就是上班的时间，按您的说法，黄金时间上班。啊，对。先生的时间更自由一些。很自由啊，对。所以因为时间碰不上，这段时间就变成了和谐的各玩各的，对吧？他出去跟人跳舞，您在家里学习您的，这个玩用的不好，就是各自都用自己的业余爱好填满了自己的这个空闲时间。是的，是的。但是这个家庭时间没影响。我也是有一点，我主持人，我也是有一点点被迫，就是说自己有一点点心里不好，怎么就是自己自我安慰的那一种。明白，反正就是在这段时间，基本上面属于一个各自还可以接受的这么一段时间，个人有个人的空间。您这委屈是个真相，说我是被迫接受，我也没办法呀。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过来了。直到3年前，因为两个人退休了，两个人的时间开始重叠了，可能孩子也大了，对吧？对，也不在家里了。对。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我们俩想在一起，尤其是您，是的，想跟先生亲近一些，怎么样？因为他平时他这个跳舞唱歌都是跟人家。我也看得心里怪难受的。那当然了，我也会，你干嘛不跟我呀？对吧？不是啊。为什么呀？是这样的，以前我也从来不跟人家跳舞啊，但是我们两个人去跳舞嘛，也有人有点微词。不是你们夫妻跳舞，人家有什么微词啊？他是老是两个夫妇跳舞啊，人家都想跟你们跳一跳，都没有空间呢、啊。这是啥微词啊？这叫微词吗？这个是谬论。因为本身跳舞就是男的带女的，是吧？也是个很愉悦的事情，但是他偏偏就是说他教我，我要搞一个什么动作呢，他就跟我别扭了。不是这样的，就是说2000年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他就是说不愿意听我的了，我也感觉他的舞还跳得可以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左右过他，我都是努力的去配合他，但是他就是挑词。到那个时候我有上网吧的那一段时间没有跟他陪，就是那段时间起我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他找人家跳，人家年轻漂亮，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绝对是的。不是您告诉我们事实吧？就2000年以后，是不是就开始跟别的舞伴跳舞了？一般都是说别人邀我，不是别人挑你，你挑别人的事情。就是说之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多么的和谐呀！谁想跟他跳舞，都得私下里跟我说一下，想跟你先说，哦，我这个可以啊。然后他都不去拒绝，然后我就去拉着人家的手，送到他的跟前说，给个面子嘛。他才去跟人家跳的，从2000年以后我没陪他，然后他才去这样子去找人家，找完了人家就嫌弃我了。啊，行，这个退休之后还跟别人跳吗？一直就跳。这脚不是坏了，散步都不行吗？那就是我说的他的借口啊，跟人家跳舞就不痛了。她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人，她总是喜欢管着我，主持人，我这个强势还管着我的小，长期以往就有一种反感了吧。他都管您什么呀？比如说打麻将吧，啊，到门口，我们门口就叫麻将馆，我出去到麻将馆去看一看，他就后脚跟过来了。你知道我对这个另一半的要求就是，你是一个文化人，你去一次两次人家就知道，哎，我们三缺一，喊徐老师过来。好多大文化人不都打麻将？那是的，但是我就是说你一天，他一天三场可以奉陪到底，到明天天亮。你说这么老了，说早睡早起嘛，是吧？好，主持人，啊，这个事情我跟你这就叫小事儿也管啊，打麻将你管我，还有什么大事儿管？您说，把委屈都说了，不是大事小事都管您吗？学开小汽车嘛，啊，因为我们一三口之家有两台车嘛，我也想学嘛，他已经学了，啊，但是他学了，他就不肯我学，他说他开就可以了，我到哪里，他就可以送到哪里，他知道我。下了决心要去学了，亲戚朋友啊，同学啦，凡所是能认识的人，他都打电话给人家，说什么呀？劝我不要学车。好，我肯定不会听。但是我报名的时候，每个学校都不接纳我。他说你们家属不同意，他每个学校都打了。你说我有没有自由？这是为什么呀？您这挺厉害的呀。他是60岁去报名的，之前。我们家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开车，我就跟他说你应该去学车，他说我不去，你不去学那我就去学，之前要你学你不学是吧，你突然想要学，我就怕他开车出去，
就是您就怕他自己找了腿跑了、哦、这是一个隐情。所以这么听起来，退休之后有了情感危机了是吧？对呀、啊、他先生有了外心了是吧？对呀、啊、我这工资全部算交了，而且我还到外面兼职工程师，还打份工作给家里面添补花销，因为他喜欢旅游嘛，我就让他去旅游，我整个都在你身上了，你还担心什么东西呢？那不是这个，一个人他是生活在情感当中，我之前这一段风风雨雨不管怎么艰辛都度过了，现在的问题是两个人老来伴嘛，两个人如何和谐的在一起过度过余生，这样的。听懂了。跟他在一起就感到真的是压抑啊，感到非常的郁闷。不是他如果出去走在家里，我反而不出去，我觉得很高兴的。我就是自己累点的没关系。那我以后我就不回家了，我就是隔壁租个房间啊。本来你的房间就是我的房间隔壁嘛。现在已经分房了是吧？明明知道我喜欢最大的心愿就是旅游，就是去出去看一下。之前也确实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不是说挣钱给您去啊？就是说有挣钱了是吧、啊？就想他陪我一下了，是吧？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看到那些个我们身边的那些个老年夫妻，他们每天都秀，也确实我们国家这么发达了，这个旅游事业我们也应该去享受享受嘛。所以您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呀？我是想他陪我去，哪怕是陪一次去旅一下游，他都不答应。我是有老伴的人是吧？行，我问问，你还想不想跟人好好过？只要给我一定的空间。您的一定空间指的是什么？您把这一定空间说出来。晚上可以自由活动一下，也不是每天晚上，就是说一周自由活动，每个星期三天或者四天晚上可以自由活动一下。自由活动，干嘛去啊？得跟家属说清楚啊。跳舞啦，唱歌啦，比如说现在进了很多群嘛。很多群里面都要着唱歌嘛，唱歌。明白了。就是说一年365天，最多也就。别着急，接不接受？这个不存在的，就是说不存在是不接受啊。我没有限制过他。啊，这我没有限制过呀。那您要什么自由啊？没有，根本就没有限制。怎么说没有呢？就是前几天我们来这里的来天津的时候，就是我骑着摩托车出来，他开着小汽车跟着。这个是因为他从来不跟我交代他去哪里了。交不交代也不要跟真嘛。现在我有时间了，我可以不去洗碗了，不去收拾了，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干啥了，这个跟谁约会了。这个就是这个婚姻最大的一个可悲之处嘛，就我们年轻人看，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可悲之处。就是一段婚姻，在婚姻当中的妻子想要的是说，你能不能陪陪我，对吧？丈夫的话是跟你在一起我就烦，你能不能给我自由？给啥自由啊？可以陪的，但是不能够每天陪。我不上班每天都在家里吗？他这个每天陪，我告诉大家，他这个每天陪不说了就是吃喝拉撒呀，在家里面睡觉啦。他感觉这是陪我。行，咱不吵了，不吵了。还过不过？我们特别直接，年轻人直接一点，过不过？可以过吧。哎呀，我的妈呀！您觉得您的这个家庭生活100分是满分？我太委屈了。不是，您给打多少分？听到您的委屈了，您给打多少分吧？我也不知道。您今天来干嘛？是谁要来的？是我要来的。您来这儿干嘛？我不是有看到你们有这么一档子节目吗？人家都通过这个节目能够，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谈和好了吗？主持人，对于来这里的问题，我还可以插一句啊，允许吗？允许啊，说吧。我根本就不想到这来，我也反对他到这来。嗯。有一次我看到他看天津电视台的《爱情保卫战》，正好这个节目他的环节播送到哪里呢？主持人他们的评点了啊，哇，不听不知道，一听心里一跳。你害怕自己那点事儿被他们看穿了？不是怕的问题，我是对他们这种点评很赞美啊，刚刚的字字记住，掷地有声。入木三分，精彩纷呈。好，行，别夸了，让您感受一下现场，什么叫字字珠玑，什么叫入木三分。
什么叫润物细无声，还有一个词叫摧枯拉朽。来，一起进入到丘比特问卷。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跳舞。谢谢。不是我。哎呀，是您太太。不是，哎，我客观的说啊，从上场到现在唯一发自内心的笑就是你说完那句话之后，他说谢谢，然后我就特别的感慨，我觉得大哥您太厉害了，您这个脚啊带开关的，就是跳舞的时候是好的，一跟您太太去散步就坏了。您有多少个舞伴啊？我问一下。三个。固定的是吧？相对固定。那他们要是不跟您跳舞行吗？不跟我跳舞行啊。您不跟他们跳舞行吗？我也行啊。那为什么还要跟他们跳舞呢？我听来听去啊，俩人矛盾主要出现在舞伴身上，就控制一下自己的脚行吗？一个人总要有点业余生活嘛，既然是自己的爱好就会有这个追求嘛。刚才您跟我讲了啊，就主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肯跟您太太跳舞，就是怕这个社会舆论啊，对吧？这不是主要的。你一带他去跳舞，所有的人就会说，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他带他媳妇儿来跳舞了，所以您那三个舞伴就不能跟您跳舞了，您主要是怕这个。我跟你讲啊，你们两个的关系从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失控了，你就开始放飞自我了，现在退休已经收不回来了，自由惯了，现在媳妇儿想抓回来，抓到自己身边，完了，难以收手。所以我现在今天就问你，大姐就说了，就说你能不能多陪陪我，不出去跟别人跳了，跟我跳能不能？如果能咱俩就继续过，如果不能咱俩就离婚，你怎么选择？如果是非要选择的话，对，那当然是能。这不还是能吗？这不还是能吗？所以人生在这个年纪都已经63了，还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还有什么比老年生活幸福更重要吗？你看他这一天愁眉苦脸，你看那眉毛皱的，您看看，跟您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就不如舞池里的那一点点兴奋和温柔吗？就不能让他笑一笑吗？你自己想一下，一会儿再回答我这个问题。也不是这样的。你等一下吧，您先说说大姐啊，一切都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给她太大的压力了。您的这种施压不光是包括亲朋好友，动不动就打电话，还打电话到驾校去。听我说完，她现在处于叛逆期，老年叛逆期，就是你现在越压着她，她就越反抗。我可以说一句吗？你说。那是由于我无助了。但是这样的方法你绑得住他的腿、啊、绑不住了。你绑得住他的腿，那我也没办法了。 你不让他学车，你绑得住他的心吗？是啊，事实就是没有。我这是一个尝试。是，所以以后不要这样，所以以后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去疏导。没有，就是说我就保持沉默了，就一直是冷战。沉默没有用，冷战没有用，沟通才是最有效的。跟踪没有用，跟随才是最有效的。就像你当年教他跳舞那样，教他怎么样过好老年生活。那不会听我的。他不会听你的。但刚才我问他了，我说如果大姐今天就走了，你怎么选？这才是有效的方式，而不是用舆论去压制他。他书读得多，你知道吧？你光压制他是没有用的。我是因为过了十几年了，我一个人就想尝试一下。人家是有强势的男女人，他们是这么做的。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有用。我也没有去干预他，我一个人悄悄的，我想做什么，我没有说今天不让你去，没有这样说过。都是我。我跟你讲，你说的是对的，你是这样做的，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没有用，我再告诉你什么样是有用的，你懂吗？他这种人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今天就把狠话撂在这儿，就有用。
你说我不干预你，然后我就怎么样，我跟踪你，我用外围的方式压制你，没有用。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也停止了。对，所以你今天冷战了，在现场冷战也没有用，你就给他一个明确的态度。外面的那些鲜艳的色彩，在这样的年纪，不如家里的妻子给你带来的陪伴，不如未来当有一天你可能躺在病榻上递给你的那杯温水带来的温暖。63岁了，该考虑这些事情了。你的妻子要的不多，就是你陪她散散步，你可以接听她的电话，你可以在舞池当中伸出手去邀请她与你共舞接下来的人生，成熟的爱情，因为爱你才需要。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您现在看到大姐在哭，那是一种孤独的表现。如果说她这种孤独还得不到你的一种感受的话，我觉得大哥有些冷酷，可能在大哥心目当中觉得自己比较高他一等，反映在，因为他是奔着您的学历。我可以插一句吗？可以插。因为他以前长得很漂亮，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一定找个大学生？有一个秘密我可以告诉大家呢，那就是说他对后代负责，有一个优良的这个基因遗传。其实他比我还要优良，因为他这个人他要达到什么目的的话，要定青山不犯松。所以您的潜台词就是他不择手段，包括跟您相处的这个方式当中让您感觉到很不放松，您需要自由，对吗？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如同跳舞一样嘛，就是要步调一致，互相理解。跳舞当中总有一个跟随者，总有一个指引者，而现在您的老公希望自己能够主导这个舞伴，那他一起出来的步伐才是和谐的。所以说您不需要流泪，您需要让他感受到其实您对于他的需求是正常的，并且需要他给您反馈。您要给他空间，不是说你去吧我不管你，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出去了你在后面跟着，你并没有给他空间，他需要的空间是真正的自由，新的空间。大哥，的确您想自由的空间是合理的，是对的，但您要关注到老伴儿脸上的眼泪。为什么你在家里头真正的沟通的时间又能有多少？其实你们一直是在各自生活，所以我希望您跳舞的时候可以带上他出去旅游的时候您可以跟随，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子。来，严老师。年轻的时候因为妻子貌美如花，您走他身边觉得特有面儿啊，现在年纪大了您就跑到舞场当中找自信了？没有没有，现在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我的所有的舞伴比他还要长得丑。不是用美丑来衡量的，就您现在这个活法啊，这么放飞自我的活法，您再跳个3-5年，等您真的生病了，真的不能再出去跳舞了，不能再开车出去玩了，谁照顾您啊？就您这十几年的表现，我们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您这十几年还算年轻的时光没有好好的陪伴对方，你指望老了以后人就在床前照顾你了吗？你不危险吗？所以大哥，您要不收收心，我真得劝劝您妻子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了。听明白了吗？那就别了吧，不要让他离开我啊。不会让他离开您，您就要好好的陪伴他，而不是你喜欢自由，你喜欢跳舞，你喜欢潇洒，把他放在一边，这是不对的。女士，我想说的是，您给他的压力太多了。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弹簧压久了，他真的会弹起来的。所以我倒建议您现在真的是完全放手，你放手晾着他，来，不解释不解释啊，你就晾着他，他不是出去玩吗？你也玩你的呀，你去旅游啊，不理他，回来不给他做饭，让他冷茶冷饭的。他知道你的重要性吗？没有，这种方式对他无效，他跟着去找人家做饭，
人家会跟他做伴。如果真的是这样，他要不懂得珍惜，您后40年真得好好考虑。我们现在其实追求的不仅仅是说啊，我们年轻时候相伴，老了以后我们就这么凑合吧。其实我的压力全部是给我自己，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今天要买房，我就自己努力。但是你得跟着我来是吗？你越这样想，大姐，这大哥越不跟着你的脚步，他已经完全渴望一个轻松自由的老年生活了。你只能，然后我想买一辆车，家里面又没钱，我去贷款，用我的那个工资，那个存折，工资存折去贷款。哎，大姐，咱不说细节了啊，你有考虑过换个老伴儿吗？从来就没有，从来就是说，他30岁的时候，或者40岁的时候，50岁的时候，他都不能这样去站在我换位思考的话，我要等到60还没有，那我等到70，我总有一天要把他等回来。等是等不到的，我希望您能够心平气和地想想你们的婚姻，去审视一下你们婚姻的现状，自己如果能调整我们就调整一下，不能调整其实你要去冷静地对待。如果这位大哥在经过我们今天的调解之后依然是这样的状态，你的人生怎么度过？你的快乐谁跟你分享？你的痛苦谁陪你承担？我们不是说37年的婚姻就一成不变，婚姻是一生要经营的事业。我也希望您能够平下心来，不要那么的焦躁，去考虑一下自己的婚姻。当然我更希望大哥能够通过今天有所改变，给妻子多一些陪伴和呵护，也希望大姐能够更明白婚姻中轻松互相陪伴的状态是最重要的。希望你们晚年生活都能幸福，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像你们一样经历退休之后老年婚姻危机的朋友们能够多来节目，多看节目，也许就会收获更多，也许晚年生活就能拥有更加平静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好吗？祝福你们，谢谢。谢谢。好，谢谢杨老师。其实刚才问大哥，你怕吗？你怕将来躺在病榻上没人照顾你吗？他还真不怕，他知道他会管他的，他已经吃死你了，他根本不怕说我哪天要是脚走不动了啊，我哪天我要是真的没人照顾了我会很凄惨，他一点都不怕。是的，他吃定了你会照顾他，而且你今天在舞台上喋喋不休，他的每一次对你的某种情绪你都要去解释，恰恰证明了你所有的回应都在告诉他，无论你现在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弃你，我从来没有想过换老伴儿，我就是要跟着你，那就是这样嘛。其实想来想去也公平嘛，上半辈子你管着他嘛，下半辈子你求着他嘛，改不了了。你看你那个情绪是没有人能够劝说得了的，你所有的情绪就是我后半辈子我要求着你过嘛，你认为是求着他过吗？是的。但是其实想想，你不要这样去想，你是求着他过，上半场你占有主要的地位，下半场你处于一种劣势，其实想来想去也公平。当然我没有办法劝说你说给他自由吧，就像严老师说的，你该出去旅游旅游，你不会的，他放心不下的。是。但是你放心不下你跟着他没关系，但你想通一点，你不要认为下半场我委曲求全，我内心是痛苦，其实也不是痛苦，你要跟着他就跟着他，但不要以这样的心态。他都这把年纪了，他还能飞天上去啊？换者言之，其实我认为这位大哥并没有那么爱跳舞，并没有那么爱开车。其实事到如今，到了他这个年纪，他的这种自由啊，是一种不明所以的自由，就是你偏不让我干什么我就偏干什么，老年人偏不该干什么我就偏要干什么，这种自由啊，当外力一撤销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我说的对吧？其实你也没那么想要那么去做，所以呢你要跟着他就跟着他，你要管着他就管着他，但是呢心里管，你只要做到一点，嘴上少说一点，你越抓着他他挣扎得越猛，你越看着他挣扎他越挣扎越没意思，好吧，就这样。
好，谢谢涂老师。稍微有点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你们这30多年演的挺辛苦，确实很累，一直在演嘛，你一直在给别人演嘛，典型的我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嘛，你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秀嘛，从找对象开始就是要满足给别人一个交代嘛，就是有很多人老是想按自己的方式去征服一个人，或者征服世界，或者征服一段感情，或者控制什么。你所有的描述里面，你必须承认你是一个做事有计划、分阶段执行的女人嘛？在你的人生阶段，你这么去做就是有一个原因嘛，是你想控制嘛？你要控制你自己的生活嘛？所以从2000年开始，你所有的生活重心是什么？是让这个家在物质上面更殷实，不能被人瞧不起。是的。至于你的情感需求，可以被压制。是的。现在你回来了吗？潮流变了吗？现在的潮流是秀恩爱了吗？有秀的需要，有你内心的需要，这个男人不能满足你了吗？不能给了吗？就是你们都演了30多年的婚姻，还想演下去吗？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了，活自己，骗了自己一辈子，为什么不能活一回自己啊？不行就是不行，就是得有底线。你有底线吗？确实是没有。闲着没事骑个摩托车浪到什么呀？我们这年轻人都已经看不下去了，而且是你教着他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的门。你放手，你手把手的把他往出推。是的。你还觉得我能控制他？我的力量很强悍，他好。今天话说开了嘛，我看就是这个婚姻就是要到已经突破底线了。您回不回来？回来咱接着过，不回来爱干嘛干嘛去，过分了吧？反正我的心一次就没出去，那叫心吗？说，你出去的时候我在家里特别愉快。你说的吧？你不看他就烦吗？心是没出去。您没有张三，也没有李四。但是你更没有他，你只有你自己嘛。我只是觉得我们30多年的这个婚姻了，总应该面对一下自己，坦诚一些，想过咱好好过，不想过就寻找各自认为的幸福，何必这样，多痛苦啊！行了，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几十年的艰辛，我们风雨同舟，我把我一生的爱为你遮风挡雨，给了你一个温暖的家，到了老了你还这么对我百般的挑剔，不是有人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守护是最沉默的陪伴。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不少了，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是年老了，你需要调整心态，一切不必要那么认真，真做假时假亦真，假做真时真亦假。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完美转身，欢度余生。哎，听懂了啊，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你看人家这个最后引这两句话非常有意思，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就是到了这个岁数，如果说还秉承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在生活里连一点真东西都不掏，我倒觉得活的岁数越大越悲哀。行吧，最后看他们自己会做怎样的选择。请开门。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谢谢小律师。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老伴，你也不要伤心。你不是很希望跟我跳舞吗？现在我就是脚断了，我也要正面一下，跟你跳舞。现在，当然。 来来来来来，送给你，啊，谢谢啊，拿着，给你的，我不要，给你的。最后送一句话啊，如果就想守这么一段婚姻，不管它是好是坏，那就守住它，就忍着委屈来。希望你们晚年生活找到自己的快乐。谢谢你们，庆辉。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让时光走得缓慢，因为我想做你一生的伴。人生只有几十年的短暂，我要用爱陪你一起承担。如果从今天开始，他们能够快乐，能够偶尔的这么共舞一下。 我觉得今天来这个节目就真来对了，希望你们快乐。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我跟他青梅竹马，从小长大，认识也有20年了。可是我现在发现他有的时候跟我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面，在外面也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友情绪就发，让我在朋友和家人面前很没面子。 我跟他做普通朋友的时候呢，觉得他人开朗、乐观又很幽默，但是做男女朋友3年半，缺点越来越多。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自私、最爱他自己，一旦吵架就是我翻旧账。每次吵架，他也要求我先低头道歉。我只是希望他能改一改自己的脾气。明明是他根本没有去解决这些事情呀！再这样下去，只考虑他自己的感受，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秦先生，25岁，来自安徽个体；女嘉宾徐女士，24岁，来自安徽大唐经理。欢迎两位，来，有请。欢迎两位啊！小片里有很多信息是吧？谈了3年半了是吧？对。做朋友的时候还不错是吧？对。做了多少年的朋友啊？快20年吧。 我们两个小学同学，初中还在一起上吗？就是一直有联系那种，但是不在一个学校。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小区里。哦，同小区的。对，住在一起。哦，够熟的。3年半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们就从朋友变成了男女朋友？因为当时他是在合肥上大学，我是在老家那边做点小生意什么的。过年那段时间，我们出来玩，觉得都还不错。 在一起了，小片里女生说男生很自私是吧？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愿意，他就会直接拒绝我，他不会因为我是他女朋友而退让一步。我不是说想要什么退让不退让的，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会去做，我不想去做的事情，为什么非要勉强我去做呢？什么事儿啊？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想要在家看电影，他想要去打球，他就非要去打球这样子。 那你就看你的电影，他打他的球呗。但是我想让他跟我一起看呀。啊，咋想的呀？我就是觉得，我就是有自己的生活嘛，两个人在一起就是都是有自己的生活，就是咱们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干点事情，比如说看看电影都可以。但是也需要有自己分开的时间，对吧？比如有一次我不是租房子嘛，第一次签合同没签过，很简单，就是交个钱，签个自己完事儿了。嗯。我提前跟他说好了，他也答应我陪我一起去，他跟我说当时没有答应你，我当时说的是晚上如果没事的话就陪你去。哦，他说的是没事的话就陪我去，有事的话可能我就不再低位了。到了晚上我快下班的时候，他给我发一条短信，他说我不去了。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要打篮球。
打篮球比女朋友还重要吗？不是说打篮球，因为我就是在当地我们组了一个俱乐部，然后也参加市里面的一些俱乐部的联赛，比赛之前我们就说想训练一下，然后我心想嘛，那他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去签个字嘛，也是交个钱，我就去训练嘛，因为我也想着为球队好。你每天都可以打的，我又不是天天要签合同。我知道你不是天天要签合同，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你自己能把它办了，并不是说那我就想让你跟我一起去签，行不行？可是我也没有说一定就是不行啊。那你没有答应我啊，这种事情很多啊。还有一次不去没去？没去。那是因为我没去吗？最后我实在给他搞得受不了，然后我就是因为他那个语气明显就是发火了嘛，然后我说那实在没办法，我在群里面也跟队友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就不去了吧，家里有点事，实在是走不开。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他就讲话很难听，叫我不用来了。但是我这个人脾气也不太好，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说话的话，我就直接就没有睬他，我说那你随便你吧，我把电话一挂。就我让他不要来，他直接就不来了。哎，我特好奇的问一句啊，就是你说我家里有事儿去不了的时候，你的那些球友怎么说？球友就说下次有机会再来吧。所以其实对其他人来说，那场球也不是非你不可，对吧？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对，所以女朋友还是不重要的，对吧？你自己的事情最重要。我并没有说女朋友不重要。这种事情很多，还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的同事组局，等于是六个人三队，有一队是孕妇，我跟另外两队都特别能吃辣，但是小孕妇她不能吃辣，不能吃辣，她接到我的那一刻我就跟她说，我上车我就说，到时候就如果不行的话就点个微辣锅啊，我们稍微迁就一下别人。她当时给我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要吃微辣的锅？我们不可以点两个锅吗？我们吃特辣的就可以了呀。我当时给你的第一句话，那我想问一下，我有说第二句话的机会吗？你可以说，我没让你说不说吗？你那个语气让我怎么说？而且我也只是说了一句。那你的感受就那么重要吗？你只管不是我的感受那么重要，那别人的感受有那么重要吗？那他们为什么能忍让？不还是你自私吗？谁忍让吃个微辣？那我不是后来这事儿最后点了几个锅呀？最后点了一个锅。啊，微辣的。对，这不得了吗？较真儿，你也是一个男人，你听他安排不就完了吗？少吃。我只是说，我就是说，他总是不给我发表我的看法，就是我想做什么，想说什么啊。你的点在那儿是吧？对，你得听听我的意思，对吧？对，那我也有想我，你想要你有你的看法，我也有我的看法呀。还有一次就是我的高中同学结婚。啊，大家肯定都带自己最重要的伴侣去嘛，然后他拒绝我，他说我不去。你朋友结婚，我跟他也不熟，你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让我过去呢？而且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带着你一起参加婚礼，那我为什么不带别的男生去啊？本身我这个人就不爱凑热闹，你也知道，就是平常我一些朋友结婚，我只是去聚个份子，我人都不会到场。那你为什么不能迁就我，陪我一起去呢？那你能不能迁就我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去呢？那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啊。那你就是一直想把我强迫变成你的样子，那你怎么不想过我呢？那你不是自私吗？反正这么听起来你有点不近人情。我觉得还有更过分的呢。就是，好，还有哈，还有。有一次我们跨年去重庆玩，我着凉了不舒服，候机的时候我就在洗手间吐了一次，下了飞机大概是9点钟吧，在他家放的行李，放行李之后呢，我跟他说我特难受，你让我在沙发上躺一会儿，我喝两杯热水，你再把我送回去。他当时跟我冒了一句话，在我家也可以休息，在你家也可以休息，那你为什么不回自己家休息呢？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因为本身我当时是有急事要出门，我在重庆的时候朋友电话就打来了。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比照顾生病的女朋友还重要呀？那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而且我的想法就是，第一我不是医生，我当时也说了，我说要不要带你去医院，然后他说那我就想让我男朋友坐在我旁边，我喝两杯水我舒服了，你再让我走不行吗？那可是我有急事要出门呀。你有什么急事啊？很重要吗？肯定是有重要的事，要不然我怎么会着急出门呢？最后不还是我一个人打车去了医院吗？掉了2个小时的点滴你都没有出现呀。你掉了2个小时点滴你有跟我说吗？当时我看到你发朋友圈，我是不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最后还不是我把你送回去吗？那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已经掉好点滴了，我都要回家睡觉了，你再来关心我，你不觉得晚了吗？你不仅仅是这一次，他每次就是翻旧账，不仅这样，还老是说我半夜把他丢在大马路上，道德绑架我，我也不知道，那我怎么叫丢？我告诉你，那不叫丢吗？我说我要下车，他车停的比谁都快，然后就要看着我，那不是让我下车吗？我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相信，我在开车。也是因为一些小事吵起来了，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吵架。我觉得你吵得挺厉害的。不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有些事情他实在是让我看不懂。然后呢，当时呢就是说我你去哪我送你去，或者你要回家我送你回家，他说你不要管我去哪，你现在把车停下我要走。
我说你往哪走？我说你要去哪？我送你去，你要回家，我先去送你回家。你告诉我你去哪？他就不干，我没办法，我只能靠边停车。我车刚一停稳，他把门一开跑了。然后我没去追，他就叫我半夜10点多，把他丢在大马路上。那我想问一下你，你12点多跟朋友玩到12点多回家的时候，一个人打车回家，你怎么不会觉得不安全？那能一样吗？为什么你从我车上下去你就觉得不安全了呢？那怎么能一样呢？每次就把这些事情拿出来翻，拿出来说，而且在我朋友面前，从来都不会知道什么叫做下手不可外扬。他有脾气马上就发掉。就比如说有一次啊，朋友晚上约好了来打麻将，然后我吃完饭呢，我们俩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吵起来了，然后吵起来之后呢，就是说往回走，他就是跟上次一样嘛，不说话，然后也不说他去哪，送他回家他也不干。那我没办法，我是被他那个事情搞怕了，因为他一直翻一直翻一直说，我就说那你跟我一起去打麻将吧，你在旁边看着吧。带过去之后进到包厢里面呢，一进去之后他就板着张脸，然后朋友就问，哎，这怎么了？怎么是不是吵架了？我说哎，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他有点不舒服。那我没办法，那我不能说我们俩吵架。我当时根本就不想让他打麻将，因为我们俩是因为什么事吵了之后，他根本不管我，他也不哄我，他直接就跟朋友去打麻将了。那你都让我不快活了，我为什么给你好脸色，给你朋友好脸色呀？我不是说一定要去打麻将，因为我本身我跟朋友约好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弄生气了，你还去打麻将，你很搞笑哎。不是，我们俩情侣之间吵架不很正常吗？那你把我哄好了，那你就一定要在我朋友面前那样子摆脸色吗？然后打麻将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呢？结果那天乔乔一直在那个旁边那个包厢里面有个沙发嘛，他躺在沙发上背对着我们。结束了之后，我就说把他送回去，他直接当着那么多人面直接把我手一推开，说搞什么，就是很大声的那种。是当时我都很懵，朋友都就是经常这样看我们笑话，不止这一次吧，还有那次我们去乌镇也是5、6个朋友一起去的，在那个景区里面嘛，人很多，然后他当时挎了一个小挎包，挎包里面没什么，让你帮我背一下。我就当时就随口说了一句嘛，我说你不能自己背啊。当时我朋友也在边上，他自己一个人就往前跑了，就不管我们了。本身我们大家一起出来玩，约好了一起出来玩，你这个行为不仅影响了，你自己也知道有那么多朋友在，你帮我背个小包又怎么了？很重吗？难道你把包给我放在我手上，我会把包扔到地上不管吗？你都说了那句话了，我还能把包给你啊？我只是说了一句你不能自己背，那又怎么了？你帮我接手背过去就没有那么多事了呀。对，但是你能不能，那你就是不体贴我呀。来一句啊，好像你在这个小片里你说是我女朋友喜欢翻旧账啊，我这听了半天你一直在翻。哎，你们俩怎么交往了3年半的，就天天就这么吵吗？我听着特别尴尬，你知道吧？分开得了。分开吧，又舍不得，那样有啥舍不得的？打篮球帅啊。哦，那找个篮球运动员不是更好吗？不是还没找到呢吗？哦，就找到就可以把他听了是吗？那应该不会吧。都太在意自己的那个感受，我觉得这恋爱谈的恕我直言啊，而你们各自讲了各自的道理，从道理来说还挺难驳倒的。但是我觉得人总得活点人情味儿吧。但我觉得男孩子应该让着女孩子。我这不管是谁让谁啊，我就说人得有点人情味儿。其实特别简单，这是你女朋友还是谁女朋友啊？是我女朋友啊。照顾一下没毛病吧？你问一下她。我跟你说，有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些关键的小事儿特别伤人。你看啊，我随便说啊，我身体不好，我跟你谈了恋爱，我们还是邻居还是发小，我们俩交往其实父母是知道，你们可能现在不住在一起对吧？我听下来9点多按理说吐了那么难受，下了飞机基本上我们可能选择的是要先去医院一下，如果觉得自己可以处理那就及时回家。既然选择了把女孩子先带到了你那儿，你又有事儿，你应该让她在那儿踏踏实实的，理论上说是应该把事儿推了的，因为没有多大的事儿。我就觉得这就是人味儿，那么做就没人味儿。女生也一样，你可以娇可以蛮横，也得允许人家发个牢骚吧。就现在女孩怎么就男人发个牢骚都不行，你说吃微辣，哎，我提个建议嘛，我们吃个重辣行不行？有啥不行？哎，分开锅吃行不行啊？你可以帮助教育，别生气嘛，这叫人情味儿。听着我就特别尴尬，我说这有多大的事儿，你们就至于这么吵？吵完以后好的时候又好的要死，两个人跟一个人一样，一点距离都没有。你们听老师怎么帮助你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听下来两个人都挺爱翻旧账的，为什么要爱翻旧账呢？是因为有账没有算清楚。你们所有的这些点点滴滴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全部都没有清算过，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下次吵架的时候就会把上一件事情累积的一起再讲，然后事情累积的越来越多，这个架就吵不完了的吵，各说各的理，都有道理。打篮球还是看电影，吃微辣还是吃重辣，去参加婚礼还是不去参加婚礼，两个人啊，你听下来，我想，我不想，我想，我不想，那有没有人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呢？他为什么想？因为他要的是陪伴。他为什么不想？因为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性格。但是没有人会尊重对方的想法，全部都是我。所以你说他自我吗？你也很自我。我为什么就不能去打篮球啊？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一个时刻不看电影？那吃饭啊，孕妇不能吃特别辣的，当然我们要尊重他们一下，照顾他们一下。那你就完全点一个不辣的，点一个辣的，就不用点微辣的了。你也是完全考虑你自己的想法，两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谁也不用说谁。我生病的时候让我就自己在路上吐，你觉得这事儿是一个正常男朋友应该做出来的事情吗？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处理好自己的感情，处理好自己简单的基本的工作，就是你们这个年纪最应该做的事情。做男人就让着点女孩，不吃亏，你稍微多疼她一点，她会十倍百倍的反馈给你。做女人就给男人点面子，不丢人，你稍微的惯着她点，她会在私下里更爱你，好吗？永远不要是我想我不想，而是你想吗？我也想。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左岩老师。来，曲总，我们经常会描述非常恩爱的情侣用什么词儿呢？叫两个人啊，好的像是一个人似的。我相信那是女生希望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我去做什么事情，出席我朋友的婚礼也好啊，聚会也好，我的男朋友另一半都会跟着我。我不用说，他就知道我想要做什么，这种默契。很显然，虽然你们朋友这种关系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作为情侣来说还是不足够的。再反过来想一想，真正两个人是一个人吗？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属性，也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小的圈子。可是女生呢，经常是说一定要把她拉到你的圈子里，即使对方有一些想法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那种场合，或者说我在那种场合发表了我自己个人的看法的时候，你又觉得不合适。所以步调真是能够一致吗？不可能的。毕竟他有他的圈子，你的圈子他有的不喜欢，有的场合不愿意去是允许的，我们不能硬把他绑过来。你看你的行为无数次都是在绑架他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真是你做不到吗？比如签合同，应该他已经帮你把那些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你只要去签就好了，对不对？那会儿他有一个相对来说他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打篮球的一个活动，对吧？是准备重要的比赛，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跟你去？其实他不是矛盾，他是只是不同的想法，这种差异性你不允许。一下上纲上线到你是我的男朋友，你就不应该这么想，马上很极端的方式就怼过去了，所以他一定很不开心的。情侣在一起最好的一种方式，各自能够成长，并且相处来说非常的舒服，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你们去磨合，去消除差异，去寻找这种状态，寻找好了，你们俩的感情会非常的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严老师，我刚才听你们就你一言我一语这样吵来吵去，有一度我都听得愣神了。我说这样的日子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人家说这个不是冤家不聚头，你们是一对小冤家吗？可是想想，如果像女朋友说的，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这样的日子撑着是为了什么呀？20年的发小，彼此都认为对对方了如指掌，所以其实你们中间出现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安全感。你们俩是安全感太足了，我们都认识20年了，我们双方家长都认识，他还能跳出我的这个五指山吗？你心里很有安全感，
男生你也一样啊，你自己觉得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们再吵，他还怎么着？还能跑吗？所以你想怎么样怎么样，想让你陪着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就一句我不喜欢，你为什么强迫我？情感当中其实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彼此的陪伴和包容。你们既不愿意为了对方的喜好去陪伴对方，也不愿意去包容对方和自己的不同，你说这恋爱怎么谈？所以我想跟你们讲的是，上上你们那根弦儿，再把自己盯紧一点儿。如果按照你们现在这么自我的方式相处下去，不会有下个三年了，吵也吵散了，明白吗？如果真的珍惜你们20多年彼此熟知的感情，3年多来真诚相对的爱情，请你们把这根弦绷得紧一点。希望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老朋友变成新情侣。
好的恋人关系或者亲密的一些关系，彼此之间的尊重，彼此之间的拿捏，有的时候要比对朋友还要谨慎，因为越亲近反而越容易伤害。3年半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本身是打算最近去他家一趟，然后跟他家里人把这事定下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可能信心没有那么足了吧。考虑过嫁吗？考虑过。现在呢？也有犹豫。所以有的老师就分析的对啊，这个关系里面你更在意，所以你更紧张，男生不一样，所以你才嚣张嘛。一起进入真情60秒。跟你认识有20年，时间很久，谈恋爱3年半。其实你这个人还是很开朗又很幽默的，但是吧，我总觉得两个人如果组成家庭的话，我觉得更要大爱一点，不能那么自私。如果不可以改掉的话，我觉得我也不愿意受这份委屈。其实这么长时间没有爱情，我觉得也有亲情了。平时你怎么样，小性格啊，我觉得我都可以包容你，包括你总说那些事情，其实现在我变得怎么样其实应该也清楚，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还是一直这样的话，我可能觉得没办法。好，谢谢两位啊，谢谢你们的分享，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下载京悦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悦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